今天来湾吉辣试吃新品贡菜，现在来试吃给大家看。哇，好多啊，很多哎，真材实料。哇，蛮多。哇，还有蒜头味。嗯，很脆。这个怎么那么脆啊？贡菜本身的质地就是这么的脆啊，它是很特别的农产品，它是莴笋的菜心，台湾俗称 A 菜心，但因为要经过人工削皮，手工复杂，所以台湾非常的少见。那这个颜色吃起来比较不一样哦，因为呢，我们完全没有使用食用色素，它是经过太阳的曝晒，然后变成干燥的贡菜，所以叶绿素会有一点消退。蒜头，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有点酸酸的，然后很，我觉得很适合配啤酒，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辣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喜欢吃辣的人